韩国超人气女团 TWICE 在2018年4月发行的歌曲《What is Love》中，唱出甜蜜爱情少女激动的心情，轻快朗朗上口的旋律在当时也受到了大众的喜爱。不过没想到在发行三年后的今天，这首歌也再次的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热潮。据了解，契机是菲律宾的一个 TikTok， 新郎和新娘身穿礼服和婚纱，幸福的跳着 What is Love， 而该影片释出后也引发了大众的注目。之后 TikTok 的影片在菲律宾电视台上也被报道出来，并在 SNS 上爆红，不仅是亚洲，全世界也掀起了 TWICE 的 What is Love 热潮，而该歌曲也在全球音乐排行榜上排名逆袭，甚至一个月前播放三亿次的 MV， 截止至7月15日已经播放到了5亿次，成为继 TT 和 Likey 之后 TWICE 的第三首人气歌曲。看来 TWICE 的无限魅力真的是无法挡，他们的歌曲不管在哪一年都非常的受大众欢迎呢。